这首叫 I'm Lost， 所以我们想说啊，我们来唱一下好了。好，开幕曲。Cause I'm so lost and I'm cry， 迷失了我的存在，变回了一个小孩，需要守护和疼爱。Cause I just wanna be fine， 那么快乐都找回来，重新再想起自己是谁。不要离开，已经不能承受更多伤害，就像昨天那样相信我，面对明天我就不退缩。怎么这些固执总是无法 let go， 每次让失败提醒我走不到最后。 So I try and I try， 后悔却还是在， Don't know where to go，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tonight。该不该要不要重来？ It's so difficult， Cause I'm so lost and I'm crying， 迷失了我的存在，变回了一个小孩，寻求呵护和疼爱。 Cause I just wanna be fine， 能把快乐都找回来，重新想起自己是谁。I'm lost, I'm alone in this lonely place. I'm lost, 不能前进也不能退。I'm lost, 不管做什么都不对。I'm lost, it's so difficult。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很喜欢这首歌，而且重点是其实后面还有就是人的部分，对，就太简单，因为还有那个三连音，对，那边其实我练了很久，然后其实我到现在，你要唱吗？没有，我练，但是我一直没有练成功，因为你其实你的断句是有变化的耶，对，而且你就是你吸气的地方跟断点是有变化的，是啊，我觉得，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录的时候是比较 free， 好像没有特地设计，就是觉得这样好像唱蛮好听，这个版本这样就留着这样子。而且我一直觉得，慧茹的歌声有一个让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你听起来会有一种很慵懒、很放松，然后呢，很像就是很轻松就唱到这样子的声音的那种感觉。谢谢，我觉得超棒，大家觉得好听吗？大家喜欢就好哈，喜欢就好。大家记得今天有任何的截图都可以 tag 我们的 Instagram， 请 tag 我们。好的。就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写这首歌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叫 I'm Lost， 那其实因为这三年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很无常的环境，然后有时候就是其实这个算是我内心世界的一个独白啦，就有时候会觉得 like 我是谁，或者是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就也有迷茫的时候，所以其实就想写一首歌，然后跟大家一起共勉之，就是如果说有也是会在人生中觉得迷惘的朋友，就是可以在这个歌里面得到一些能量吧。你知道我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你的另一首歌，是吗？全放空吗？不是，怎样的我？哦，对，是我自己觉得那首歌安慰到我蛮长一段时间。真的吗？对。OK，可是因为这次我就想说，因为怎样我非常抒情，然后也是在讲关于迷惘或者是寻找自己的歌，所以可是这次我就想说不要弄得那么悲伤，所以我就写一个反而用一个比较 chill 的状态就的曲风来做这样的主题啦。我一直被 cue 说我的裤子会曝光，真的吗？可恶！要不要不要穿短裤了？要不要带起来？没有 OK 啦。好，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来唱你的歌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歌。聊天室的人猜到我们接下来要唱什么吗？跟伟宏老师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这首歌的制作人。耶，刚才那首还没是啦。没错，然后那首歌是我的第一首有发行的全词曲创作的歌，就是《世界再大你拥有我》。
然后我想看大家讲什么、欸。其实那时候你有用，我记得你有一则限动是你在隔离期间的时候吗？唱的女团，对你有用吉他刷然后唱，很好听耶、欸！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创作，我觉得非常就是怎么讲，很摇滚，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很抒情摇滚的歌，我也是很喜欢抒情摇滚。而且我很期待跟很喜欢那种就是台下大家跟我一起就是 hello 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一种口号感，超有画面的。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唱的就是这首世界再大你拥有我。是你包容着我每一个不专心的坏脾气，是你，我多想告诉你，我的转角模式只为你开启，我们的星座位就一起去追，有困难无所谓，你累了有我背，信任不会退却，发射光照亮黑夜。我不管你是朋友家人亲人还是室友，都会有欢笑泪水相遇离别渐渐成熟，向前走世界失落未来更远总有出口，此刻你就听我说 Hello，懂我每一个梦 ，Hello， 像大雨过后的彩虹 ，Hello， 世界再大，你拥有我，像我平凡生活，两个人手牵着手，眼里是你的笑容。时间的洪流经过，却没有带走你我，生命有你已足够。其实我刚刚在我们前面在练的时候，我一直有点担心，因为我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需要用比较用力的方法去唱。哦、是吗、嗯？可是刚刚我没有觉得你很用力耶。就是我刚刚有很努力的克制住了，一直在紧绷边缘。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原来的编曲的时候是比较像你刚刚讲比较摇滚，然后比较重拍的，所以当它变成只有一个吉他的时候，哎，但我觉得你有想到这个很就是。其实很细心耶，就是是身为音乐人，我觉得要有的那个敏锐度。哪一个部分？你说因为不同的配器吗？对，就是你会想到立刻想到说我的声音要怎么去配合，就是这个音乐的那个氛围，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有，如果像刚刚那个很轻柔的乐器，然后突然在那边 Hello 就不行了，就是太爆炸了。对，可是不是每个人会就是想到的，我觉得这算是很细心的。耶、yeah, ，大家觉得好听吗？啊、开心，开心，开心。好、哦，好，让我喝口水。怎么唱都好听嘞！哇，怎么那么好？对，超好听，大家都在说超好听。有粉丝想要听爆炸版，爆炸版，比较快的吗？对。想听 metal 版的？等一下，我的 Instagram 在down吗？没有吧？没有，好，没有，没事，没事是不是？没事，我刚刚以为卡卡的，没有卡卡的，没有。OK。好，所以要听爆炸版的吗？爆炸版就是比较快一点。Hello， 你当我每一个梦。Hello， 像大雨过后的彩虹。可以吗？这么快的吗？世界再大，你拥有我。哎，这个要把它，没事，回来了。好，那我们试一个比较快一点的版本。这样吗？好。那老师，你可以帮我起一个节奏吗？从哪里开始？就从副歌开始好了。好。Hello。哦，懂意思。好，再一次。Miss。好。嗯。Hello， 你懂我每一个梦。Hello， 想在我是没有在拍子上。今天蛮难抓的。生活，两个人手牵着手，眼里是你的笑容。世界的洪流经过，却没有带走你我，生命有你已足够。好，重来。
从来没有试过这个版本，所以辣差很正常。我搞得我全身好热，就直个播，然后全身要冒汗了。而且我手机已经没电池了，只能死掉了。啊，真的吗？对啊。直个播搞，我们这边看，我们这边看。唱到你看，有人说都没有电。没有，我们刚刚是编曲不一样，然后我们用的那个声量也不一样，声量不一样，声量也不一样。有赞，很有力量。你们觉得很冷？我现在很热，我现在很热。OK， 那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唱歌给你们听啊。对啊，我们今天想带来一些歌曲，然后都是男女对唱的版本。Acoustic 男女对唱，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我觉得给大家猜猜看，你们在聊天室猜猜看。这首歌呢，跟就是你看，这时候你会伸出一根小拇指，哎，不对，不是我，应该是你们两个才对，你把小拇指伸出来。怎样？小拇指。你们要恶作剧？没有没有，他们两个这首歌呢，就是他们两个中间有一条线。Okay, 大家猜到是什么歌了吗 okay, 大家是猜到什么歌了吗？ Okay. 哎，我刚刚讲了，他们两个小拇指中间有一条线哦，这样应该有办法猜到是什么歌了吧？来，我看留言有没有出来哦。有出来我们才可以唱，是不是？对，让他们发想一下，发想一下，发想一下。哎、有啊，有，很多人讲了，很多人讲了，好快、啊，很多人讲了。等一下什么意思？哎，室友是悲情的歌，你说他们俩不行啊？不可以，不行，是如果可以。对，是如果可以。好，但是如果可以，要给我一点心理准备。来，这给你，还是你要看？那我放在中间。没事没事，好，没关系，我们这样子。对对对，这样子。好，都行都行。OK， 那我们来，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如果可以》。If I can, if we can。不知道，英文怎么讲？老师前面四个字麻烦你。下 key， 进 key。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着雨。笑了，输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用我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Oh, come on， 台下的观众，跟我一起。我现在前面真的有四个人在挥手，同事们真的很捧场。耶、如果可以啊，来看大家讲什么，人说好好听，太棒了，太棒了。哎、其实你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真的找一个你喜欢欣赏的女歌一起来一个男女对唱？我觉得你的声音，但是我就有一个。做男女对唱，哎，我就有一个，真的好像致命伤嘛，就是像我的歌唱老师，他就会说我是属于中音域，然后很饱，比较饱满的，就变成说我没有办法一起去飙高音，对，就像刚刚那样子的话，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我垫你的低八会是很听起来会很 OK。哦，对，所以我觉得很舒服，我觉得你应该对，你应该多走一点中音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中音是你，我自己觉得中音是你最好听的。真的好听，很舒服，就是超舒服的。好诶，希望大家喜欢刚刚那首歌。Yeah.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带来的这首歌，也是我相信非常的多人会唱的。对，我们今天就是觉得，除了准备自己的一些歌曲，然后也准备一些合唱，也准备一些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的合唱歌，也不知道合唱就是。歌曲啦，没错。好，下一首歌呢？要让大家猜，要让大家猜吗？我想一下，要怎么猜？其实这两个我觉得有共同之处，就都是电影。
他们都是电影的主题曲，给个暗示，太容易了吧？这样你们能够猜到吗？应该很多人，大家都是电影的主题曲。问你哲哲呢？哲哲呢？哲哲他可能也在看直播吧。帅到分手是电影吗？不是。可不可以？小幸运。哦，想见你。是也是，但不是再来再来，继续加油。要近期一点的。继续加油，还有。对，要想到要对我们才能唱。没错啊，有嘞，有讲到了，有讲到了。Want underscores yes or not？ 没错，就是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对啊，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我点的啦。好哎、欸，那就来喽，来喽。好，一个失忆，怎么了？我是这个是第八，对不对？对。好，太好了。等一下，失忆，对，哎，可是我发现这个我，那歌词好像不完整，然后后面应该还有多一段，后面还有一段，对啊，但你记得住吗？你记得住，还是用手机？对，用手机，用手机，我们就用手机好了。我现在用我的，好，你帮我查一下，谢谢。你为你前进，好哎，好耶，来，放在前面看得到，可以啦，可以。好。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忆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啊，怎么过一辈子？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好好听哦！我觉得这个很好听耶，真的吗？真的吗？对唱的那个感觉，好好听哦，好像就是那种画面，就是我就是两个一个。一对情侣，然后就是他们在很遥远的两极，然后就互相就是问彼此啊，就突然间就会有那个画面，会有我自己会有那种就是海边，然后那种就是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真的吗？就海边，然后那个你知道黄昏，然后有路灯的那种感觉，然后两人散步的那种，像什么？我想的是天，对，怎么讲天涯之别啊，分很远，分很远，对，然后就是。很悲伤的，没有，这就是歌曲的魅力，就是每个人听了解读跟那个想象的意境都不一样。对啊，所以大家还喜欢吗？哎，可以回去到方便回去到来看大家的留言。对啊，哎，这是跨播，找不到这里，想有点远，想跟大家说什么？大家说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有人叫我们唱爱你，爱你 ，OK。情话多说一点，哎，你也会，你真的。想我就多看一眼。好来，啊，真的要来？没有了，给你
啊，给你唱啊。OK。好，其实我们今天蛮迅速的哦。哎，其实这个直播的时间过得好快。对啊，过得好快。我们七点半准时开播嘛，没想到在这么快的时间内，现在已经7:55了。Yeah. 不过大家是不是还听得有点意犹未尽？如果有意犹未尽的，想要我们继续听的，想要 uncle 的，是不是要留言刷一波 uncle？ 我是会带直播气氛。对，你真的好贵哎。养直播习惯。你有试过？你有？其实我好奇，你有试过带货吗？没有哎，但我蛮想试试看的。我觉得你会。对，带得很好，你的销售一定爆表。蛮想试试看，如果以后有各种机会的话，欢迎就是来就是寄到我们的业务信箱哦。就会一直加，我会一直加加。加一加一加一，怎么 encore encore encore？ 刚刚有人点歌全放空哦，要不要来来个两句？两句啦吼，来，你会 solo， 我可以点什么副歌？哎，应该是 C 加三吧，通常。OK。来哦，现在随机点歌时间。对啊，眼神却放空，让灵魂飘走，也许就不同，但为什么在镜子里面那一个我，眼泪还一样完全失控。欸，但是说到全放空，对啊，因为全放空也在我这张专辑，也是在我这张专辑里面啦。所以其实本来我们是要唱的就是我的主打歌曲，叫做《还原》。没错，现在我们就要来还原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来来，然后，嗯，微微也有学这首歌，没错，谢谢你，不会。哦，对了，因为我也有一个合唱的挑战。什么？如果你想，哦，因为我刚好这副歌也有一个合唱的挑战。好，如果你想要，就欢迎你来参与。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先唱一遍，然后你先看就是合不合格，合格我现在就去录一下，我等下就去录一下。先看合不合格啊，本人在现场帮我审核。哎，来还原。似曾相识的对话。请留言加一加一加一，合格合格合格。我很喜欢，我觉得超合格的啦。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在每有很多字的尾音的时候，会把它转成那个假音的位置。哦，对，我超级喜欢那一个做法的。谢谢。可是我发现它好像是我的习惯，变成一个习惯。有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做那么多，因为有时候每一句会不会都这样，这样其实有时候会听的会有点累，所以有时候当然，我觉得唱歌的时候有时候忘我的时候就会很习惯没在做，可是在跟他录音的 version 其实偶尔才会出现。了解。那在录这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跟他一直在吵架。原来如此。因为这首歌是吵架出来的歌吗？我们花了5小时，本来我们在那边一直聊，然后就是一直写不出，对不对？你记得吗？对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互丢，我们就说啊，不要去写啊，不要去写，没有用，因为五个小时已经写不出东西。嗯、我们说你就丢你自己写的，我们来听听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拿 iPhone 就一直 play 说哦，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对方的还是写不够好，然后一直到最后他就说哦，我就剩下最后一个 demo 了，这最近写的没有就要等下次了。哦，所以我们就听，然后那时候就是。两句就是这副歌的两句，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那时候他是唱英文，哦，什么？你唱什么 ？I see fire, I see pain, I feel sick, I'm gone insane。哇、wow, 哦！那时候只有这两句哦，只有这两句哦。这个曝光过吗？没有，没有哎、欸。就他 demo 那天给我听的是长这样。有看直播的才有办法听到最原始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然后突然间我们两个就哎、欸，好像可以哦。然后我们二十分钟就把它写完了，就开心了。对，所以其实前面吵了五个小时，后面就很快，然后二十分钟就写好了。但说不定是因为吵架，然后就蹦出了这个东西吗？就是可能因为前面我们都可能还没有找到彼此觉得都觉得很厉害的旋律这样子，然后找到了，然后我们就很激动，说赶快把它写出来。好，那我觉得呢，身为今天就是帮大家一起谋福利，我要再谋一下。你要谋什么？我想要谋同行。好啊，同行，同行，同行的话，我应该也可以，就是你知道搭个两三句。哇、wow、同行。那同行的话就是副歌，对副歌，对副歌即可，因为不然那个，因为那个 rap 其实有点多，没错。好，噔噔噔噔，你要唱哪一段副歌？嗯，我觉得就是先从你第一句先说，再来一首，再加码一首哦。同行，好像是我通常是 C 加二，加二还是加三，忘记。大家今天听完之后，是不是要去 KKBOX 或者 Spotify 上面把音乐再刷起来？今天晚上就听这个吧。对，而且其实 MV 也有上了，还原的 MV，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 YouTube， 对，就是去听 MV， 然后 Like、Subscribe， 然后之类的，然后分享、订阅，然后还有好像听说有个好消息，就是14号好像就会在 KTV 上面上架，我可以唱到了，可以唱到，没错，7月14号，好像是，很迅速哎、欸，就是因为太红了，直接可以去 KTV 唱了 ，K 起来，哇 ，KTV 7月14号可以唱到还原，可以唱到，哇，好棒，好棒。来点起来，点起来，刷起来！现在就先在就是音乐串流平台还有 YouTube 上面听，然后你练好之后，你就 KTV 唱。嗯，很棒，没错。来，那我们接下来啊，直播暂停，应该是因为太烫了。好好笑，烫了。对，这边有 WiFi 吗？对，手机变热。我看这里大家都是。会有的 Keto 是正常的，对不对？对，正常的。有人开两边。我们要等，对。啊，换了一个嘛，太好了。啊，应该是背面没什么冰。他这里，他其实很烫，你摸。他已经被他在等微微那边的直播。重新连接一下。对，回复先。把它结束再重开，没关系。想听。重开会再推播一次。掰了。掰了极限吗？那是你的歌吗？对，那是我的歌。Oh, OK， 重新开启。对，还有不专心，很多人想听不专心。没有吗？有吗？因为它降温的时候就会不让我连我的5G。哪一个？好，各位朋友，我们再等一等一下。等我一下哦。试试看。W 大写。啊，大写。然后其他都小写 ，I WiFi F I， 专心很好听耶。20，这样子唱对。来唱一下吗？有了，有了。唱一下评分彩蛋。谢谢。还有办法一起扣吗？唱一下，好了。好了。没有办法，但是它不放在这个后面，就降不了温。等一下，我先现在解开。现在
现在是怎么了？我的手机最近很容易过热，然后就会暂停直播。哦、有人问你，有时候、哦、正在直播吃什么？哎、欸，我今天吃了隔壁的面对面。啊，真的吗？我刚刚在讲，我有去吃过，我去吃过，它是马来西亚餐厅，对不对？西马料理。嗯，好吃，好吃。哎，我们又回来了。对，回来了，回来了。所以又要聊一下。哎、欸，除了面对面之外，还有一间在叫石先生，你知道吗？嗯，不知道。石先生有分公馆店跟对，还是新马料理。所以你也喜欢新马料理？超喜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虽然还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觉得所有东西我都能接受。哇、wow ！我目前我还没有去那边遇到啊，有啦，有一个东西我不敢吃，叫什么？有一个沙拉。Rojak 我Rojak 的味道我没有办法，但我没有很爱，我也没有很爱 Rojak。嗯，就是对我而言，嗯，怎么有一股咸咸甜甜，甜甜然后不是又酸酸的，又有点辣辣，有时候还会辣辣。对对对，还好我刚刚手机过热了。好，我们现在重开，我在背后放了一块冰，应该会顺一点。然后我们要来唱这首《同行》。同行，来，你起个节奏。跟随你眼里的方向，只要能同行，不管多艰难，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哎、哪怕有过失落彷徨，就算时间走得匆忙，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哎啊，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哎，这首歌听了会很有正能量，有很有正能量。哎，它一开头了，就是进去的时候，这首歌一进去就直接是你很清晰，然后很高亢的声音，然后很正能量，然后就进来。对，这真的是有光芒的感觉，那个很像这样子，光芒射进来这样子。因为就很多人也说很像那个什么，就是他们会想起 See You Again 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快车速，然后就。It's been a long， 就是很感动的那一种啦。有，对，好听哈、哦。今天就是帮大家谋了很多很多的福利，这都是现场版的哦。OK， 那当然呢，等一下意犹未尽想要再听的话，就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听啦，也可以去刷 YouTube 的。哎，现在你们等一下看完直播，就是去 YouTube 的 MV 下面留言说，我刚看完直播来加一。你就看到，等一下就是你的那个 MV 底下就有很多的观众来留言说，可以。来，我们大家听好了吗？等一下去。我们关播的时候就 YouTube 搜寻还原文慧如、嗯、然后去那支 MV 底下留言说、嗯、我刚看完直播我来留言了、嗯、这样我就会知道说哦你们都是从直播过来的没错 OK 吗、嗯、Yeah 好不好好耶、欸、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吗但他们都会要求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平常我们在讲话或是我们在直播、嗯、我们在唱歌他们截图可能都截不好看所以我们要特别停留给他们解读。对呀、啊，对对，忘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先，第一张。要 post 多久？差不多了。好，第二张，爱心好了。OK， 好的。那么大家今天有任何的截图，都可以 po 到任何的地方，然后标记我们，好不好？ Yes. 我们都会去看。然后记得大家把歌曲听起来，太棒了，太棒了！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嗨，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喽，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OK， 好， yeah. 谢谢。刚很多人想听鬼红老师 solo。